有救了！开上了新来的小货车，接上同伴一起跑。我媳妇刚刚跑毒，在路上挂了，只剩我们三个人冲出毒圈，成功脱险。哎呀，方向盘滑了一下。逃难的朋友刚好路过，四个人打一个人，不要太轻松。哎呀，我大意了，又倒一个，完犊子了，这里只剩下两个神奇女侠，媳妇也趴了。你看我半天了，是不是应该扶我起来？咦，你们谁的手雷掉了？完犊子了，全部死光光，只剩下我在交流瑟瑟发抖。轻松吃鸡。傻媳妇还不进来，在外头呼吸新鲜空气吗？哎呦，还要我帮你关门？把背后留给队友才是最大的信任，是不是？